是一个突然的画画波波。谢谢西蒙的一个虎娃娃。好哦，蛋挞吃光了吗？我吃了好几个，吃了几个就不跟你们说了哈。然后剩下的给了我爸爸、我妈妈、我奶奶，好像剩了两个。但后来我就没吃蛋挞皮了，我主要还是喜欢蛋挞心。然后我就上网下单了一点布丁碗。对呀，蛋挞皮太油了。晚上好哦。晚上好呀。哇，夜晚的熟人都来了。夜晚夜间用户非常稳定是吧？先生，我明天早起看一眼就好。好哎，其实我明天也要早起，我画完就睡。这是新人，这是新粉吗？在画什么呀？这是之前圣诞节时候的圣诞卡。然后新年也会有，但是还没有开始。你是新粉，我是新人哎，那我们都是新来的，都是新入盒的，好巧哦。对，我是画画好好，哈哈，谢谢。好了，这个其实差不多了，哎呀，简称拖欠的作业被你发现。这个感觉有点空，加点什么。好，差不多了。嘉宾。我也是新来的耶，我是这个团第48个成员哎，好像就是你猜的啊，我们团好像就是有48个小姐姐，然后我是最新来的。会在房间说哦。你们放假了会几点睡觉啊？哎，你们放假了吗？哦，哎，我是新来的小偶像，什么是进圈啊？哇，哇，新粉也好厉害哦！刚做。
刚入河就十二级了。平常看广巴多，啊？哎呀，平常看广巴多，怎么是广巴的加油工啊？不睡觉，白天睡觉嘛。地球人都知道，48个人肯定有第49个存在，啊？那48个人的第49个人好可怜哦，没有姓名哎。这个画完了呀。其实你在广州的中石化工作啊，不是我想的那个加油工啊。广州也有中石化吗？在本部加油工有什么特殊意义吗？啊，加。有什么意义啊？就是好像有一句口号很耳熟哎，加 N 倍的油给你，加 N 倍的油给谁呢？给我们的老朋友刚练。对，给一柳。这个画完了。加恩，对，给。说起来，好久没有看到他了。就是有加油。画画啦，对呀，画画啦。哎，他怎么被说了？突然就出现，哪位画了？好像还有一个，对，还有一个。首先，我们先写英文。羡慕画的好看的，嘿嘿，他在啊，他哎，为什么一进来就看见西蒙干？你跟就是有些人进行了一个快速切号动作，是不是？大家提到了猪猪。说了什么来着？说了加油，对吧？是猪猪和有没有前辈刚好。哎，不是你吗？快速切号啊，不是吗？是吧？我们这次用什么配色呢？红色好了。艺术字不错。啊，也是了，这个也算艺术字了。我要专心写一下字。好，晚安呀。再过2天很难受，哪个是早大号？哎，我也分不清哎，毕竟一个是9，一个是8。你们号，你们有几个小号？我用口袋的时候，我只搞了一个小号。然后我现在这个号居然也可以，建小号。一个小号，5小号。为什么他们会建小号啊？我那一个小号。还是我见着玩儿用的，因为我看的人
还蛮固定的。牛仔说你都没想好，真的吗？确实，确实没有见过你们两个的小号哎。然后我现在的小号是用来，躲避机器人用的。啊，去谁房间抓？不能说这么直白是吧？写的真好，嘿，谢谢。你小号还是秘密。我都知道你小号叫什么。完全不懂呀，小号的意义是什么？你们，我们小偶像也会建小号了。哎，怎么感觉写来写去没有上一个好看啊？哈，原来我们都没有露脸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我想电台。然后呢？然后不能电台吗？电台没声音，就只能直播。今天它有问题。啊？对啊。那就直播。对啊，就只能直播了。直播到现在了。我看到你在刷抖音了，好像看到你玩游戏了。玩那个什么鬼游戏？什么游戏啊？什么？密室，叫什么？闯关游戏，就是那种恐怖的，叫什么？叫什么？我看一眼，叫什么？纸嫁衣。咦，听着就好恐怖。对啊，我，你有玩过那个孙美琪？没有，那是什么？也是一个恐怖游戏。你们有玩过吗？对啊，小号就在，不是。小熊就在用小号看口袋，刚我们还说到小号呢，你就来示范了，你来讲讲你的小号会用来干什么？我小号会用来给你们刷礼物，刷礼物啊，对啊，哎，真的，就是林佳怡过生日那次，我还用我的小号给她刷了个礼物，然后她完全给我跳过了。我那天他谢你了吗？他都没谢我。不是，他那天榜一大哥就是我，还是榜二大哥？真的假的？有一天榜一大哥就是我。牛啊，熊子毅！当然，没想到哦。就是我在小姨房间睡的时候，你不信我？就是我在小姨房间跟他们一起睡的，有一天加一电台，然后我就是榜二大哥。你为什么不直接给加一转账呢？我觉得做榜二大哥会显得我比较酷一些。我喜欢在一切我的样子。你给他直接转账，不要让斯巴抽成，让嘉义谢你一晚上。他已经谢我一晚上了，那天啊，已经谢我一晚上。哎呦，那你赚了，熊子毅。那是肯定的，我超酷的哎。好的，你超酷。你今天是要画这个东西直播吗？对，但我马上画完了，我没几张了。Oh, 来看我写字怎么样？来看我。追，等一下。嗯，那等一下，你画你的没关系。那你在干什么？这个太小了，我要打开这个看，这样会大。哇！画中画。哇，好爽！给你一转账，哎，我之前听谁说，就是口袋有那种分红，就是过年，可以给红包的那个叫什么？哦，是小偶像给粉丝吗？对啊，好像是那个。哦，今年还有吗？今年我也不知道哎，在微博发，我还以为是在口袋发呢。代网应该会啊，到时候代网应该会搞活动吧。哦，对啊，好像是给粉丝发一个小小包。晚上好。
荀子，你夸夸我的字，太美了。然后呢？还有吗？哦，为什么是圣诞前呀？因为啊，这就是什么历史遗留问题啊，说人话就是欠的作业罢了。就是我的也从圣诞节拖到春节了。那你还给他们交圣诞节礼物吗？没有没有啊，已经变成新春头像了。我这个还是圣诞卡，然后我觉得过意不去，我就变成了新年贺卡。哦，新年，圣诞，新年快乐。对，毕竟怎么说呢？我们强行解释一下，毕竟国外，这个假期都是一起放的。确实。你今天做什么了呀？刷抖音啊，刷了。刷的笑死我！晚上好呀，大家。哦，对，1月1号当天那个活动不是有活动嘛？然后到时候咱们新春应该也会有活动。真的吗？是吧？毕竟元旦都搞了活动，前几年有活动。那可能是每年第一天吧，所以有活动。春节肯定有啦。斯巴敢在春节不搞活动？也对，过元旦不过春节，怎么？是吧？确实，我感觉我今天说了一天都说不出话来了。我刚刚刷抖音刷笑了笑了一个晚上。谢谢导演的九个大神。几点睡觉？现在几点 ？Lara QL 来了。看，这是你的，不要刚换完他的，然后他就出现了，又要打进你的钱包，哇哦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嗯，我刚画的在哪里？在这里。要看到啊，这不一定刚上播吗？我对，播多久了？谢谢16的一个巧克力，16这是你的，播多久？把这个头像画完，然后再画另一个头像，我就睡觉。今天要早睡。这么早，我明天要回江苏了，太开心了。你几点回啊？应该是中午起来就回了。听说江苏明天要下大雪，然后不回去的话，可能就回不去了。回不去了。嗯。哇。耶。只能期待过年头像活动啊！过年是有头像活动。刚开始播，我小熊，你开了多久了？哦，我应该开了。明天几点回呀？什么？你们明天几点回呀？应该是早上中午起床，然后收拾收拾就回了。啊，下大雪，你们下大雪是吗？不知道，台州，我们那边已经很久没有下过大雪了，不知道会不会下大雪。希望是大雪、北京也下雪来着，然后我回家还有雪来着。好，我下次再有啥画活动，我就弄到头什么网站公告里。哎，你有没有什么思路？什么思路？你觉得我画个什么好？圣诞节的。圣诞节你想到第一个东西是什么吗？圣诞树。那个什么圈，什么圣诞蝴蝶结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哇塞，我太聪明了。阿哲，蝴蝶结你点一个颜色吧。蝴蝶结粉色啊，当然是粉色啦、红帽子、驯鹿、雪花。小熊姜饼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小熊姜饼啊，小熊姜饼，那是人家的画上，怎么可以有小熊姜饼？姜饼袜子钟啊，钟可以在这里，对吧？这里来一个钟，
种姜饼姜饼，姜饼是饼干吗？对啊。突然想起来我的圣诞节礼物那个姜饼人，应该还没有寄过去，还没有吃还是什么？我的姜饼人是一个杯子，就是姜饼人的形状。这样。我俩看着都感觉不出来在连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电台呀，像电台一样。差一点，哎，能不能无限循环？我看我调整一下哈。哦天哪，看着好有意思。圣诞节贺卡这是最后的了。哎，说到这个，每次我 MC 的时候，站在最 S 那边。的小伙伴说 MC 的时候啊，要么是你要么是佳怡，你们俩经常站那儿嘛，我就很喜欢看那个大屏幕，然后那是佳怡，对，我就每次我都很喜欢看那个火车，然后每次一定能看到不是一起，它是一个接着一个。这个火车就很像小江上次在那个在握手会跟我打电话的时候，然后你还在火车的时候，哎不是什么，你在火车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就很像这个火车。哦，我在说什么东西，我说了一个晚上已经说麻了，再见了。是这样的，确实。你是不是要？你今天要早睡吗？应该不会太早睡，但是可能待会儿就要下播了。现在几点了？保注意保护嗓子。好的。谢谢家宝宝巧克力。不太好看出，那当然是。哇塞，现在更哎，小熊你这么放着，我觉得更有意思。真的吗？为什么？啊？因为这样就可以看到好多个。哎，这个是一个，这叫什么？那个什么螺旋，黄金分割螺旋，朋友们。熊子怡，这里是黄金分割螺旋，你们知道吧？好，晚安。天知道，好深奥的话题，深奥吗？黄金分割螺旋，你们在干什么呀？大晚上的。虽然我本来，虽然我也是没有睡觉，我也知道你们每次晚上都在，但是我还是想每次都问你们为什么没有睡觉。跟对象聊天，怎么感觉我直播间里的粉丝脱单的越来越多了？你不在，看我画画，循环看我直播。你们过年都准备干什么呀？都有什么活动吗？上班啊，上班，夜班的人啊，好的，我没在嘲讽啊，我是在惊讶啊，好吧，好像有一点嘲讽的意味在里面啊，仔细思考，但是我本意没有啦。好。哎，这个也差不多了，朋友们，是不是很可爱？但你不是上夜班吗？甲方爸爸说两句，
一六，这是你的，嗯，刚好画到你的。睡觉吧，明天去古镇。哇塞，跟小宝宝。甲方爸爸觉得 nice， 太棒了。那我要给他就是加上最后一步。一六，你来选一个边边的颜色吧。嗯，坚持贯彻非必要不离户的原则。今天我跟我爸斗嘴。好的，绿色。我跟我爸斗嘴，我爸说我也没要你回来呀。对，今天已经进入了家人看我觉得烦的阶段了。哎，这个就是过年回家放假回家的宿命吗？开始嫌弃了。对呀，恶意反击。可能我对于我爸来说就是恶意反击吧。我跟我爸就跟我斗嘴说啊，我完全没想着让你回来呀，没有你回来你非要回来。我说哪有，不是你非要让我回来的吗？啊，一个劲儿催我买票。我爸说人家都说非必要不返京，你在上海待得好好的，干什么非要回来呀。这才几天他们就看我不顺眼了。哎，对，规律的不习惯啊，就是我自作多情。哎，我当初还给我爸打电话说，爸，我是不是该买回去的机票了呀？是不是该买票了呀？哎，早知如此，当初我就不该积极回家，要拖到最后一天让他们想我。然后我再回家。还是北京啊，现在没有庙哦，确实哦，没有庙会。不打扰了，扰了。哎呀，真是。但是我回家，我奶奶和我妈妈还是很欢迎我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可以给他们两个剪头发。我奶奶和我妈妈的头发好，我已经剪了很久很久，都是我，对，工具人。我12号那周的公演回不去吧？不要啊！完工，对，还有这个技能。我挺早，我还给自己剪过短发，虽然这个是翻车翻得很狠。哎，高写到这边，往一流。好喽，哇塞，好可爱呀！好了，好像都完工了。这个东西我要控诉于家卫，这是他画的，我气死我了。嗯，就他离谱，气死我了。我记得呢，这是我们去吃海底捞，然后我说我带着 iPad 去画画，吓我一跳。谢谢一个用爱发电的一个荧光棒。你跟你这个 ID 跟于家卫画的这个我一样离谱。什么鬼呀、啊、这个画完了、哦、好，哎，祝我早点画完早点休息。然后要还剩点这个。等等，我还差几个像素头像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建议改名又爱停电，又爱停电。对，我还差几个像素头像，等我画完这几个像素头像就开心的好吧。
哦，你的一个 ID 是吗？你确定有是吧？那我就现在了，我回头再翻翻那个。好哎，哦对哦，还有 B50 的，没关系，王一柳最棒了，王一柳可以搞得完。然后我明天要出门，上午有事要去学校那边，然后我就画完这个，我就跟大家说拜拜，说晚安，好不好？好。谢谢，哇塞，谢谢动感超人的一个舞狮，谢谢动感超人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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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一个舞狮，谢谢一六的一个红包，谢谢好看，谢谢好看的特效。我不是铁人，王一柳是铁人，王一柳什么都可以。这些 ID 我都不知道来着，没事，下次有我就在公告里写哦。嗯，哎，哎呀，差一点嘛，差一点就去西二旗了。那我就画完这个，然后想想这个人适合，他叫什么来着？啊，我知道叫什么了。谢谢阿 K 的一个红包，我觉得它适合这种颜色。然后，哎，谢谢阿 K 的红包。等等，他 ID 叫什么来着？这是画 ID 呀、啊，我搜一下，朋友们，稍等啊，我。我去看一眼他 ID 叫什么，约一下 ID 了。ID 就等我这几个画完，我就开哦。卡了卡了，朋友们，视频通道卡了。稍等啊，我知道了。嗯，我主要是我怕写错字。嗯，新建一个图层，然后找出相应的画笔，是什么笔？是什么笔来着？我来找一找。琢磨，应该是这个。我觉得应该这种，它叫兰博天使。晚上好哦，晚上好。啊，一起三个是什么？对，上次翻牌。你说就是给你改一个颜色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想起来了，一起三个花了两个，那我就一会儿刚好一起给你改，就是添新颜色好了。对，画头像，先把字写上，然后一会儿再。一会儿再好好改一下。那我想想这个怎么设计哦。嗯，换一个字体吧。记性不差呀，咋就被占？占位有点难啦。话说如果常在战区，是不是我们的站位都能记得很清楚啊？
你们会记下来成员的站位吗？这个笔我突然觉得不好看了，换一个。句句挑了皮小象哈，好像有一个什么动作啊，哦，就是我们完了，我忘了哪首歌了，是 See You Again 吗？ See You Again 就是最后它有个先哎，就是胳膊交叉，胳膊交叉换方向，然后呢变成叉，然后往前伸那个动作。你们一首歌不好来回换边啊，确实，因为要一直看自己推这一分词喊口啊，太棒了，太厉害了。就是那首歌这个动作每次台下就有句句跟着一起跳，然后呢有时候我会忘动作嘛，我就每次都想看着台下句句的动作，然后我就想看着你们的动作，就是在每当我忘动作的时候。句句承担太多了，是啊。我准备画一个可爱的像古董车感觉的，哎呀写错字了，鼓鼓的。你们觉不觉得有一些古董车就真的很可爱，看多了就不会跳了。原来台下是用来对啊，对吧，就是既然你们都跳了，就是一定要发挥用处，那用处发挥在哪里呢？就是被王一柳借去参考了，借去参考动作了。哎，说起来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一个个站啊，微博上的。不行，下次要跟我一起跳。台下走到台上的人吗？哎，确实啊，看到了，好耶！北影厂，哇塞，参观过古董车，好棒哦！我觉得很多古董车就很可爱。对，是他的，是冰的，你们去看看嘛。我觉得拍的好好，就是安利一下，打个广告。然后我昨天就看我那里面的视频，对对对，专门发我翻图的，然后看了一个小时，在自我欣赏。就有些片段还是很快乐的，看起来，就是看完那个啊汽车博物馆，对啊，自我欣赏，就是，哎。你们看，这是我一开始写的，这个是刚改的，是不是很棒？哎，我又在夸我自己了，时常夸一夸自己，有助身心健康。不是被自己美到了。哇塞，你懂得好快，添砖加瓦就是，棒棒，这样了吗？对呀，是啊。然后给你们看一个我的技能，画画技能，就是复制一个，然后建一个剪辑蒙版。给它拉出来一点，现在看是不是有一点模糊啊？现在不用这边了，现在看是不是有一点模糊？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给它换个颜色，哎，是不是变立体了？是不是变好看了？
什么看问题？剪辑蒙版，我们再来一次，这次要白色，然后呢，拉过来，好，哦，因为什么没有变化？因为我没有调位置，是不是更立体了？那你，是不是？脑子会了，脑子会了就可以了。是啊，阴影是这么画的，还有一些别的阴影画法，来吧，我教你们。换一个，我们换一个阴影画法哦。哎，一六啊，小王老师来了，我们写一个一六，很写一个可爱的一六，然后呢，我们想给他。现在是免费试听课哦，然后呢，我们给它，换一个颜色吧，那就黑色好了，不行，墨绿色，深一点墨绿色，在它的左边不是，在它的右下方描，就是在它的右边和下面隔一点点。就是写一个轮廓，看立体起来了。给我们白标准啊？没有，我们这个课就版权很严格的，没有网盘资源。嗯，嗯，好神奇啊，是吧？然后。我们还可以加一个高光，高光就用，其实不一定是白色才用高光才可以当高光，黄色其实也可以，我们来黄色也有一样的效果。哎呀，没亮起来。哎呀，这个黄色不够亮。好，哎，亮起来了。好了，我们把这个一六去掉，我们继续画头像。啊，仿格添加一二次元灵魂。哎，那我们试一下，我这个好像是在哪里呀？材质吗？复古。工业。有机。水。啊，哪里？抽象。纹理啊，这里。网格。但是肯定和二次元，纯二次元的网格不太一样。二次元的网格是黑白的是吧？那我们试一下。那就把它的阴影变成灰色，再深一点吧，蓝灰，然后有点乱。黑白的那种润，没有那味儿哎，搞不出来。但这个意外的有一种那个汽车前面那个出气口的感觉，
放国家秘籍就不弱，好立体，嘿嘿。来，然后我们给这个字添上阴影，不是高光，素描琢磨，嗯，啊对，进气格栅，嗯。高光，高光，高光，其实高光少来点吧。哎，方向反。教你们一个，你们看这个阴影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在它的右下角，所以它的高光就要在左上方，这样是正确的来光的方向。王一柳画的那当然是，是吧，还可以还可以算是专业一点。学到了。好的王。好的，聂同学，我现在好怕我念错字啊，我要有阴影了，这一天总念错字。是不是加了这个高光一下子就鼓起来了，饱满了，对吧？哎，然后加一点装饰，开始加这种，花花绿绿的装饰了。装饰的话，好，听和就可以。那我们联想一些什么元素呢？像一个闹钟，汽车，画个小汽车啊，好可爱的小汽车，画一点尾气。哎，那汽车应该让它转过来。太可爱了，像个飞碟，我也觉得像飞碟了，好可爱啊。啊，和平鸽，那我们再来画和平鸽，那就用绿色画吧。和平鸽，哎呦，不会画鸽子怎么办？我感觉我画了只傻鸟。啊，不行，画家本人被自己的画可爱到了。哎，他闲着这个就可以了吧。嗯，怎么可以说我们可爱的小鸽子是小鸡呢？啊，他才不是小鸡仔。那我们把它涂成，白色的。哎，绿色边边的小麻雀，但是我说它是小鸡，不是，我说它是和平鸽，它就是和平鸽。嗯，你们说它是什么？你们大声说，说它是小鸡的，我绝对不暗杀你们。
加油 T-Max。对，我们插队的鸽子就是绿色的，我们插队的小鸡也是绿色的，马甲我们插队的任何东西都是绿色的。当然我们的粉丝不希望他们变绿色，也不希望我们粉丝的股票，也不希望我们的粉丝的基金变成绿色。啊，不，我们插队只有一样东西不是绿色的，就是粉色的帽子不是绿色。啊，多少带点绿。哎，哎。不，有点密集。哎，哎，这样，这样蛮好的。这边再来点叶子，再来点爱心。天使，天使想要粉色的东西。真的，粉丝的头套，哈哈，看来很难。哦，发大闪最少的一个队。哦，真的吗？那，嗯，粉粉怪是啊，原来是我自己，天使。来吧，我们用爱心攻击。攻击结束，一痛，粉色爱心扫射。哦耶！这个叶子其实也可以加一点粉色了。啊，什么游戏啊？然后再选取几个幸运爱心，给他们勾上边边。国王排名。嘿嘿，看插队舒服，好呀。啊，16插游戏，我们现在应该没有16岁以下的耶，讲吧，没有关系的。请讲，请讲。啊，现在不好说，翻牌告诉我也可以。好了，这个头像算是画完了。鼓掌！哎呀，半夜就要说一些半夜的话啦。哎呀，突然感觉这个文字有点歪。哎，算了，不干这个。不全合并了。建个组。哎 ，OK。好嘞，这个结束了。然后刚那个车车补丁的会暴露哪些属性，对，你要哪个来着，你要这个改颜色不？这个 ID 改颜色？还是 rapper 还是王二零？
你要哪个改？你要哪个游戏颜色？你要什么颜色呢？什么配色呢？哈哈，好几个熟人的 ID， 以后也可以有你的粉紫绿。那要那背景给你，那背景是粉紫绿中的哪一个呢？害怕，这不就也暴露了？幽白，等我画完这一套，好，对，等我画完这一套，等我开通这个服务，那来粉色做底，然后。底下是紫色好了，这里改粉色做底。打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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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然后这个紫色我们改一个柔和一点紫色。然后必须拿下一个，好哎！什么 ID 改成15个字？过分了哦！虽然你们改嘛，我勇于接受挑战啊、等我下次画 ID， 你们一定都要改成15个字哦。你这个人比较专一，确实，你现在的 ID 也9个字呢，也不错。剪辑蒙版，这个紫色有点不明显。看到最远的地方，哈哈哈。那你可以下一波用这个啊，你可以下一波 ID 用这个名字。哎，一流小这个可以，这个颜色有点深哎，加剪辑蒙版，来个紫浅一点的，梦幻一点。再教你们一个。叫涂抹，如果有服务也请写优白。好哎，好哎，教你们一个技能，叫涂抹，就是均匀的渐变的意思，就是点开这个小手指，晃悠晃悠晃悠，点住晃悠一下，它就均匀的晕染开了。哇，哎，是不是有一种梦幻的感觉？是吧？嗯。然后呢，我们加装饰。我们先来一波爱心攻击。所以刚那个游戏到底是什么游戏啊？你会了，对，就和磨皮一样。眼睛你会了，你手也是会的，嗯，你手一定会了。现在是什么？现在是唯王一柳主义。王一柳说什么，世界就是什么样的。好，
所以是什么游戏呀？然后呢，挑几个幸运爱心给他勾一个边。好，幸运爱心挑完了。那是这样。Procreate 这个软件买了就没用过，来呀，用起来呀，生产力嘛，我们把我们的 iPad 变成生产力。王一柳啊，真的吗？王一柳的忧郁，这啊，这是本书吗？出版的书吗？可以买到吗？这么巧，紫色画一些这个星光闪光。啊，两公成人的友谊。我也有一些软件买了就没用过，我前一阵买了一个 3D 建模的软件，然后我也是买了没有用过。啊，这个梗我知道，但是我注意力全放在那个王一柳上面了。然后我们画一些草莓好不好？好。我发现我现在好常用这个技能啊。我们干什么好不好？好，就是替你们回答。对，自问自答。爱奇艺，其实买后爱奇艺也蛮好的。我给你看我这有什么软件，好像还真没几个视频软件。我也想爱奇艺，但是很久没有爱奇艺了。你看我这都是什么呀？哎呀，天哪！口袋四八，手好好看，真的吗？那你再夸夸，你们多夸夸。如果经常夸一个东西，那这个东西以后就会越来越顺着夸的方向生长。啊，哪个是翻墙软件？好像没有哎，暂时。虽然我昨天刚下单了翻墙软件。对啊，飞书。我就要跟你们吐槽这个，你看口袋四八，啊，这些都正常正常正常。微信读书，知乎，网盘也正常，音乐也正常。这耳机也正常 ，P 图的也正常，飞书这不正常。腾讯会议 ，Good Notes，Good Notes， 还有 Notability，CC Talk， 这个是网课软件啊，网课软件，笔记软件，看视频的，听音乐的，网课软件，网课联系软件。笔记软件，什么鬼呀？这就是小偶像的 iPad 吗？啊，不夸了，不夸了，不行，你再夸夸嘛。指甲真好看，给你们看看我的美甲，特意买了新年的款式。对，付费的，我冲着我当时是他打折的时候买的。救命啊，听你这些名字我就。对，这个对吧，耳机的 APP 背景图好好看。我这个背景图就是我第一条微博哦，第一条微博的快联。这个要钱吗？对，我买的是它的那个降噪的头戴的粉色的玫瑰金的那个。对，
黑眼头梦想家啊，对 QC35 啊，怎么买了第一天就被家长拿走了？说明你买的那个款式很好。嗯，一个月25块哦。我用的是 VEEEE， 我昨天刚买了3个月会员，我觉得蛮好的哎，就除了有时候会有点夹脑袋，嗯，然后其他我觉得用的都挺好的，而且粉色真的好好看哦。是有一点不舒服，但是降噪功能还蛮好啊，主要是它那个粉色我太喜欢了，粉粉怪上线了，你问一个喜欢粉色狂热爱好者，相当于没问，他一定不会那个客观的告诉你他的测评的，因为他的心早就被他的外观吸走了。我只能说那个粉色是真的很好看。哎，QC35就是头戴式的哦。然后我最近我这个耳机变成了 AirPod。也不是最近，前一阵儿变成了 AirPod， 然后有一天我这只耳机也没找到，我吓死了，我以为变成 Air 了，然后我就在想要不要买一个，要不要买一个 Pro， 因为好像说它，降噪功能很好用，是吗？哎，耳朵会疼。耳朵很疼，降噪还不错。啊，因为我就是被它的那个通透模式吸引。我觉得好好看，不是好看，什么鬼？我觉得好有意思啊，就是它的通透模式，还有它的降噪模式，还有不同模式。但是 BOSS 不是那个大的吗？不是这种。大的头戴耳机嘛，然后这个又变成 AirPod 了，是寂寞的魔术师基德来了。嗯，哎，确实，等到我哪天这个变成 Air 的时候，我再买耳机好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先用着这个和那个。等到这个变成了 Air， 我就想办法，我就在考虑买耳机。哎，是吗？一小时就会难受啊？那我戴耳机有时候会戴着睡觉，不过那个 BOSS 戴 BOSS 睡觉，嗯，虽然它会夹脑袋，但是睡着的时候会有那种莫名的安全感。你个朋友是这样的啊，你朋友也是这样，应该想的东西没必要太好，那我就先用着这个好了。而且其实我上一个，其实我这边这个耳机其实没有丢，只是它在我的床上找不到了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天睡觉的时候我戴着耳机睡觉，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说，先不着急找两只了，然后反正它就在床上呢，结果就找不见了，我就只找到一个。草莓。
再画一个草莓吧，我觉得还可以再加一个，一个大草莓。嘿，你刚刚不是说没有额外的夸夸了吗？现在是忍不住了。粉的牙都要舔掉了，粉粉怪嘛。哎，其实这个粉色好像奶昔呀、啊。这个加一些点缀，最后，然后让我们把最后一个草莓画好。然后它的籽点出来，好了，籽点大一点可爱。好，鼓掌！画头像多少鸡腿？160个荧光棒，但是还没有开始哦，还没有开始哦。哎，KFC 喝的是什么啊？哦，奶昔 KFC 的奶昔 BGM 好舒适，我也好喜欢这个，是这样，我也好喜欢这个 BGM， 爱心，再装饰一下，好，这好像一个草莓果篮，谢谢寿司的巧克力，然后。就只是写字啦，对吧？嗯，只是写字嘛，嗯，不是画画。谢谢16的巧克力。头像是之前的头像是，嗯，之前是这样的。当然画了个小海报，但是下一次不一定画这种了，下一次不一定是像素的耶，下一次让我想想过节给你们，就是春节嘛，春节给你们准备什么样的画画。嗯，啊，这不分开来个套餐，套餐是指什么？就是所有的类别吗？春节版卡比笑，春节风格烟花式，每个人画个烟花嘛，也不是不可以哦。让我好好想一想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朋友们，也要睡觉，明天要早起，明天上午有事情。今天上午，好，那就说晚安喽。一会儿发到房间里，选择我先导出一下。分享 PNG， 好，晚安，可爱喵家汉堡，晚安，谁家小阿货，晚安，酷酷小今天，晚安，16，晚安。卡比兽晚安，六汪晚安，阿 K 晚安，卡比兽晚安，优白晚安 ，VRYKYL 晚安，还导出哪个来着？圣诞卡，西蒙晚安，
那是这个和这个分享编辑叫爱冷猫也晚安，胖次晚安。好了，好，那我关了哦，三二一，晚安，大家睡个晚不GDHBF 晚安，优白晚安，人这个是什么你这一串是什么这个是换装小游戏吗？亚当最后好好晚安，优白晚安，还有刚那个小声不知道在不在，晚安。哦，好巧，刚说到你，谢谢小声讲话呀的一个呼呼声风，谢谢。虽然显得我手有点黑哟、哦，这样就好了。晚安，睡个好觉，统一比心。我还会这样的，我还会这样的，我也会。好，晚安。对吧，可爱可爱，那就说晚安咯都晚安到了吧，都说到了吧。那我说了，哎，刚好900个人，三晚安咯，晚安咯，可爱的小花花。好，三二一，晚安。是我一不是晚安。